要自己做点进出口，是这样。然后客户就是这边不没有美元嘛，没有美元以后客户就买东西买的少了呀。像开餐馆的也是，就是中国人，首先好多中国人回去了，游客也不来了，他们这个旅游中国旅行社基本上都关门歇业了。咱们现在基本上就出不了门，加不到油。上星期有个中国公司的，他们去排队啊，他们当地员工去排队，两个车，四个人去排，4天4夜才加到油。